呢位女嘉賓啊，勁啊，演技出眾啦，大方得體啦，慳家啦，香港小姐啊，哇，捱義氣。今集嘅嘉賓就係、是。蔡少芬，快啲上嚟啊！好冻啊，好冻啊！你知道好啦，早男约我嘅感觉系开心，可以见朋友嗰种咯，同埋又可以扮下靓啦，咁啦。要唔要一个拥抱啊？好耐冇见咁啊！哎呀，唔可以有身体接触。真系好耐冇见啊！唉，我又。離開咗咁耐，係啦，真係搞笑啊嚇！點解會翻嚟咧？揾你咯，冇搞我哋有皺紋出嚟，我同你講啊！我同蔡少芬應該係我由細睇啲佢啲戲睇到大噶嘛，但係真係開始 friend 啲啊，真係會傾偈傾心事啊！2006年開始啦，到而家都有15年。應該我同我老公拍拖2年之後先認識佢，應該16、17年啦。你會叫蔡少芬做美女芬，公認嘅，對唔住。蔡少芬啊，即係佢啲港普啊，蔡少芬啦。呢個係亦都係公認嘅。你中意咩顏色？蔡少芬中意咩顏色？真係唔知喎，紅色、粉色系列。中意拍古裝戲定時裝戲？蔡少芬梗系中意拍時裝啦，古裝煩啊嘛。點講？我中意拍古裝嘅，因為我覺得我係古裝美人嚟嘅。講一樣你最令人估唔到嘅技能。我可以吊起嚟做呼啦圈。東華定唔知咩籌款嗰啲嘢嚟嘅，揾個老師就搞呢個節目，咁就要吊起做。那個老師都做不到，但最後我做到，是不是很厲害？慳錢啊，啱啊！佢係每一期咧可以計曬每一張信用卡的優惠啦，邊張積分最多，優惠最多咁。呢個都叫技能。我老婆係咁好啦。咁要翹手噶咯喎！咁係你翹我定我翹？高高嗰個通常俾人翹噶嘛，係咪啊？唔可以有身體。嚟啊嚟啊嚟啊！哇！上次翹手攋曬嘢啊，大佬！我哋有翹過手咩？哇！大佬啊！幾時啊？點無啦啦翹手啊？矮仔多情嘅手影，你臨出場嗰陣時無啦啦同我講：喂，翹埋出嚟啦咁樣，好兄弟咁啊！跟住就俾人影咗啦，影咗之後就你老公嬲啊嘛！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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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老公好介意，佢話做乜要咁樣？因為嗰時我同佢都未公布。咁啊，啱啱佢出道，咁然之後我哋大家會，我當佢兄弟咁啊，翹住手行啦咁樣，都真係，咦，好似都冇乜會再咁樣翹住手行街，都幾得意嘅。咁咧，咁跟住又咧，就我哋咁樣樣做，我以為係好朋友、好兄弟咁樣做冇問題。咪同埋我哋話，冇人會講噶嘛，冇人會相信我哋兩個會拍拖噶嘛。